啊，今天呢我就執了這麼多行李了，背了行李又帶了風扇，那為什麼呢？想我這把風扇、都是今天第一天用的，就買回來就是為了outing，最冷，風最力大，似乎挺正，可以一會派上用場。以往我都是的，逢親在事後活動我就會帶學生呢就準備一些 STEM 的項目，我就將它稱之為 STEM Day。 但你都談美麗芬呢，我就第一次跟學生做 STEM Day 而已。今天我想了一個項目呢，就是跟學生做一個 outing。 究竟情況怎樣呢，一會再跟大家報告。神咁早呢， Eric 大哥呢就走到嚟整嘢了喎。整咩嘢呢？佢喺度啊，仲有啲教育大學嘅學同學仔啊喺度幫手整。哦，原來有個 micro bit 喺度喎。咁究竟呢個係咩嚟嘅呢？吃少少嘢好喎。去度數據先。好行。上車啦，我哋有三架車出動，而家派緊水啊！另外嗰啲人點先？你個車仔喺出邊係嘛？係。OK， 即係盡量講少啲嘢，好過講多啲嘢，明唔明白？唞順啲條氣，尤其是一間上山係嘛？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個身體狀況點噶嘛，所以盡量留多啲體力。開咁一下就會開咯。即係我裝咗 program 嘅，咁裝 program 咧，呢一個咧就叫做。environment sensor， 即係個環境感測器，咁測到三個數值嘅，就包括温度啦、呢、這個濕度啦，同埋呢個氣壓啦，咁三樣嘢。咁當然呢個係寫 program 噶啦，咁你唔用嗰陣時咧，就熄咗佢，撳兩下。嗱，你睇呢個會用，我呢個冚唔使佢用。其實佢係飛機嗰、那個嗰、那個那個機械嚟。我依個叫雲台啊，咁樣喺兩邊睇到。大帽山郊野公園。嗱，頭先嘅學校係10几嘅，而家已經唔同咗，而家係950啦，上到嚟呢個位置。識唔識點熄架機啊？撳兩下，係啦，叻。幾高啊！幾好風景啊！好啦，落車啦。你咁工作之前會要寫嘅，我哋到呢個位咧係950公尺，離海平面。全部過曬嚟，全部過曬嚟。咦？點解會有雨嘅？好，企埋啲大家。上到上頂咧，去到見到個波波個位咧。就957的，呢個香港最高的山嚟到嘅。嗱，我哋經歷咗咧，有陰天，有落雨，係咪？交大同學仔，你過一過嚟。一路都同啲學生講解學啲資訊。你哋嘅參與啦，變咗咧就你哋。就係講緊一個高度同氣壓嘅關係，你會發覺咧，你抄嗰個氣壓數據咧，你喺學校嗰時抄幾多啊？
喺學校嗰時抄到氣壓數嘅幾多啊？個數字？一千幾啊？一千零五啊？啊 ，OK。而家上到嚟生抄幾多啊？900多係啦。嗱，喂，後邊嗰啲人幾多度啊？上一日度咗幾多度啊？山頂廿咩啊？幾多？29.幾 ，OK。咁你又對比翻，究竟我哋以往大帽山最熱嗰個温度係幾多？嗱，而家我哋喺大帽山上面咧，已經收集曬數據啦，即係知道即係喺山上面咧嗰、那個氣温啦，以及嗰、那個氣壓咧，都同喺學校係唔同噶。咁樣點啊？仍覺得點啊？我哋啲細路快曬，快曬，有冇你讀書咁快？上面應該冇你讀書咁快。我覺得好難。鄭Sir有冇用下你嘅專業知識啊？教下嗰啲同學啊？我都係跟阿鄭Sir學嘢咧，而家。我咩學咩嘢？我唔係科學老師啊。你上係咩啊？呢個風速計。你睇到幾多啊？依度冇風。用乜嘢嘅單位啊？而家係 meter per second OK。OK。我哋咧就落翻落停車場呢度啦。我哋向嗰邊行，向嗰邊行。觀景台柴灣閣。哦，原來望到柴灣喎、哦，嗰邊係。長洲喎、哦，呢邊係維多利亞港喎、哦，呢度係柴灣啊，青衣、長洲、喜靈洲、平洲，過去嗰邊聽嘢啊！你哋跟住去，小心啊！睇路。蜜蜂啊、蝴蝶啊嗰啲就影，但系影就好啦，唔好搞呢度物 ，OK？ 多謝你。試下揾下。我都係。小心。畫咗啲咩？蚯蚓啦，蚯蚓啦，草啦，同埋啲。蕨类植物，哇！连蕨类植物都识。同学，你觉得呢个活动点啊？Fantastic, very good, great. 你系读边科噶？你？我系读 engineering。Engineering？ 边、方面 engineering 先？Electronic。哇！哇！多谢啊 ！Hello。嗨，整緊啦嚇。阿Sir好靚仔啊！係，好靚仔啊！真係，好靚仔啊！上樹皮上面有乜嘢啊？青苔。呢啲咧係咩咧？頭先阿鄭Sir講咗啱嘅係青苔，因為點解咧？呢啲係靠咩咧？佢靠空氣入邊嘅水分咧去生長嘅。佢做到咁嘅情況下邊咧，佢喺空氣入邊咧吸空氣入邊嘅水分，令到佢生長嘅。係，但蝴蝶和飛蛾係啊，不過快人冇。我一個人喎、哦。咩啊？鱗齒目蝴蝶和飛蛾 ，OK。好好啊，即係呢個 Apps 嗱，呢度一模一樣。咦？不過你係英文嚇、英文版，未死可能認唔到啊。蟬蜍咯，其實都係嗰類啦。係啊。啊！用佢跳你就驚，叫殭屍蟬蜍啦。冇錯冇錯，而家有呢種由呢、這個真菌驅動。係啦，真菌驅動，冇錯。攞佢做宿主，睇下會唔會好啲。嗱，清到啦，好似哇有埋蟻添喎。啊，真係啱啊！嗱，係 Asian common toad 係好，係啊啱啊，亦發啱。啱。呢個咧就係靠嗰個 Salamander 咧。
我哋通過 Solarinta 咧，就嗰個加速計咧，令到佢一個圈咧，知道個直徑嘅時候咧，我哋會每轉幾多圈，就計圓周，就計個圓周去度嗰個尺寸咁樣。OK， 轉咗一圈翻翻嗰個度數咧，就計一個圓周，就計一個圓周。你總共轉幾多圈咧？咁啊，乘翻嗰個圓周。嚇，乘翻個圓，轉咗幾多圈，乘翻圓周。OK。好。二十八啦。二十八，即係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圈。二十八圈咁即係乘翻幾多？乘翻佢三十五。三十五。cm。計一計先，同學。係啦，九百八十。差唔多有。即係接近十米咯。撳咗 A 先。就變咗零啦。撳咗 A 變咗零，跟住開始碌，碌到幾多圈呢？再乘翻三十五，一路碌，一路，跟住你睇到幾多圈呢？就乘翻三十五 cm， 一路碌，唔好快啊！你行直線，如果你行長唔係闊，乘埋咪知道個面積咯。兩位班長覺得點啊？依個活動？啲學生出嚟有機會接觸下大自然，其實幾好。係啦，好耐冇試過啦。係啊，係啊。咁你哋咧？你哋讀書嗰陣時候有冇啲咁嘅？讀書就冇嘅，應該冇 STEM 咯。係一來冇 STEM 啦。係啦係啦，就可能純粹係考察啊、行山啊。我哋就將 STEM 加咗落去一啲咁樣嘅。有機會出年再繼續參加，我同阿先生會繼續諗。好啊。OK， 好嘛。OK， 多謝。有咩聽？有咩聽？嗱，呢兩位車手咧，係一個係澳洲嚟嘅，咁咧一個咧係。Molasses 嚟嘅，咁佢咧今日咧，佢哋成日都揸電單車上嚟咧，兜風噶。呢兩個電單車咧都係澳洲做嘅。How many cylinders is it? The orange one is one, the grey one is two. OK， 呢架車咧總共咧有一個係一個氣缸，一個係兩氣缸嘅。兩氣缸咧就開邊嗰架就兩個 cylinder， 呢個就一個 cylinder 嘅。一個 cylinder 代表乜嘢呢？當你個電機運動嘅時候，佢爆炸嘅時候咧，個氣缸咧，一個氣缸頂上頂落咧，就會令到架車咧兩個 cylinder 喎。喂，同學嚟，犀利啊！度度都有 STEM 嘢學。呢個哥咧叫 Stanley， 咁咧佢咧就代理呢個 BYD 嘅車㗎。咁何為之 BYD 車呢？咁阿 Stanley 哥咧，介紹俾你知下咩叫新一代嘅電車，同舊一代電車有咩分別。咁喺我哋教育上面咧，未來我哋嘅世界係靠你哋噶啦。咦？我有興趣喎。全新嘅電動車，咁誒，比亞迪係咩車咧？其實係係國內而家 number one 嘅品牌嚟嘅。尊重下，賣好多，賣咗好多車出街，係一個好大嘅工廠嚟嘅。即係喺除咗國內銷售之外，其實佢全世界亦都有四十幾個地方咧係賣緊佢嘅車嚟嘅，即係包括好多歐洲嘅地方啊，好多東南亞嘅地方啊都有佢嘅車嘅。佢成個系統咧同舊有嗰啲汽油車係好唔同嘅，佢係用電池摩打去推動嘅。佢電池咧係幾特別嘅，因為佢係用緊一個叫做刀片電池。刀片電池咧係比亞迪嘅專利技術嚟嘅，咁呢個刀片電池咧喺嗰個安全性能嗰度咧係做得好好嘅。我哋做過實驗，傳統嘅電池咧，俾個針轉佢，一轉佢咧就會著火冒煙爆炸。但係如果刀片電池嘅話咧，同樣嘅用一個針刺技術去轉佢咧，佢係冇乜反應嘅。咁啊原因係因為佢個排列嘅模式啦，佢嗰個安全系數做得好好啦。在那個供應上面，在那個能量上面，全部都是做得很好。那除了他賣車之外，其實整個比亞迪呢有很多的不同的項目，包括剛才所說的電子系統。差不多的了，應該會稱的了，十二點。好了，回去搭車了，我們。